继续努力。对于不公不义的事情，我们还会站出来捍卫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拜托大家给我们这机会，我一定会努力。谢谢，感谢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我们朱立伟啊，在我们龙潭乡啊，你看我们的行政园区也已经争取下来了，现在就等经费拨进来哈，那代表会就会通过。哦，那这个过程当中要跟军方要的真的不简单。以后这个行政园区要是好，我们以后到乡公所那个办要办什么东西，停车也好，交通各方面都好。哦，因为乡公所也围楼好几年了哈，那要一个新的建筑物，还有很多的一些像中心路的一些那个大乡涵那个排水，也是我们那个朱委员哈啊争取8年800亿的这个经费。来帮我们做这个一淹水地区的一个经费的补助啊，所以林林总总当然有很多中央提的东西啊，村里面很多的事情，我村民只要县没有办法，乡没办法，中央的我们又请多文最近的，今天要是说产生一个在别的乡镇的一个立委，我们要办公是不是要跑到平镇去？哇，所以说我希望各位乡亲哦，能集中我们龙潭的选票啊，全力来支持我们朱委员继续连任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，有经验的立委，哦，他办起事来，哦，很快就会帮我们。一个陌生的一个新手要上路，真的是要好几年才有办法，哦，就跟我一样啊。对，谢谢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再次的掌声。好，谢谢谢谢。预祝我们的他民调成功啊！好，谢谢谢谢，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朱立伟关心我们。你们要出发了吗？出发了。哎，还没有吃早餐呢，有没有？举手一下。等一下，马上到。马上到，有没有吃早餐的？好，我吃了，我吃了吗？好了，我们照相了吗？好了吗？照相一下。就这样。那个，我们武汉国中的。我知道啊。那个，哎，我看小朋友给他们用，蹲到前面这边，要不然会。小朋友蹲在前面来。小朋友用蹲的。这边我们跟委员一照相。蹲在前面。对，蹲到前面。蹲下来，蹲下来。为了那个更显脏，那边，这里是。我们比个赞好不好？那赞！武汉国中赞！一二三，赞！情绪快。OK， 好，可以吗？可以了。同学，你们指头、手指再借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武汉国中赞！好，赞！OK， 谢谢。你的为什么会有好的？好，后面我秒。好，村长，谢谢。好，我谢谢。好。主任，谢谢啦。谢谢委员，谢谢。委员，谢谢啊。委员，好，谢谢。他李健没戴帽子，我还想说这是谁？加油！谢谢。OK， 谢谢。